当然跟认识的深深合作好像，然后胡彦斌肯定，因为我觉得他自己也是挺会编曲的，然后因为我也有看皮哥，大概有看了一半吧，所以我对陈楚生，对于他对于歌曲的情感表达也挺好奇。宋亚轩，你把每个人要点名了，总共七个人，现在已经过了四个，该第五个了。好，那就到宋亚轩。如果假设按照男女分队，你们是女队的话，你们可以有机会邀请一位男歌手，你会希望邀请谁？这个只能是一个。可以两个吗？嗯，你先说嘛，两个是哪两个？有排序哦。啊，我这个选择困难症哎，我真的选择困难症。我刚刚想说胡彦斌，因为他挺会编曲的，可是汪汪也很会编曲啊，啊，陈楚生也是可以配，是配合出不一样。三位。这是我们的行李儿，他人比花娇。但他好像对浪漫有点过敏。哎呀，蝴蝶蝴蝶，这是蛾子。请两家成员拿下房门钥匙，这里呀。入住并等待认亲大会正式召开。好吧，那男居民我年纪最大的，我就拿了。对啊。对啊，你拿去吧。你拿着，拿着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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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三姑六婆回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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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麻将，打麻将，回去打麻将。哎，我们今天颜色好搭哦，灰灰米米的，灰灰米米，我们今天是美拉德，你们三个都参加了浪姐的，你们跳一个，我们欣赏一下吗？可以。确定吗？哎，确定。这都打全部的线。不是，是不是有时候练起来很恼火了？哎，练起来很恼火。大家都说四川话。对不起，我们讲普通话，讲普通话。你是山东的哦。对。你们是老乡。老乡。老乡。真的。那你山东话好吗？好。我不好，你得教我几句。说点啥？行李儿。行李儿。对，我也是。如果是用山东话怎么说你的名字？什么亚轩？亚轩。那种。呕出来的感觉，也耳虚啊，有耳虚啊。嗯。有些故事还没讲完，那就算了吧。那些心情。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，如今这里花草丛生，没有了鲜花。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、啊？
飞走。